你不会摸胸部，大部分时间都不会亲到一半去摸胸部吧？没有，不是亲到一半摸胸部，是边亲边摸胸部，是同步进行的。啊，他很抓就不会，还好哎，不会，我是尊重女性的。等一下，这是等一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啊，干嘛那么凶啊？你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你这样我完蛋了。3, 2, 1, action！要以爱的界限。OK， 3, 2, 1，大家我们是明明教，我建明，我建明。大家好，我是爱老婆的 CGY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你们找强西嘞。哎，我是高明。OK， 那对于今天的问题跟许久不见有什么想分享的吗？哎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先干一杯吧。哎呀，对啊，哎，奇怪，都已经几个月没干杯了，好久不见了。这个酒特别香哇！哎呀，今天见面再一次警戒也不怕了，因为那个集数够多。真的哦，好，第一集结束。你们真的以为我会这样子对待我们频道的观众吗？绝对是会的。但今天我会紧张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两个三个月都没有这样子。我想很简单，那你就不要讲话就好。好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好 ，OK， 各位，来，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我们第一题，先简单一点好不好？因为还没热身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对，有点太久了，不可以偷看。太久了，我先吃零食。好，哎呀，重点来了，是青春最鸡皮吗？没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今天没有赞助吧？哎，见面。那还在问，需要等。那我开始一个好了。对啊，那我开始搞。还你。还你高调。以前我们的题目普遍让大家觉得就是啊，女生要了解男生嘛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可能比较偏向男生做这些行为，女生到底懂不懂？跟女生做这些行为，男生心里在想什么？我们先从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来，很多女生好奇一个问题哦，我想请问各位，男生为什么接吻接到一半都要摸胸部？女生，你们真的好奇吗？他们真的好奇吗？是真的在那里播吗？真的有人问这个吗？真的啊，不是你们要我问，干嘛质疑我呢？可以好好回答吗？不是，我们要确认一下这是问题还是陷阱。对啊，真的每个人没有真的，我觉得不一定是摸胸部。好，不然等一下，因为我不会摸胸部啊。不是，那你会干嘛？你这个笑是干嘛？不是，不一定会。对，它是其中一个。一种选择，一种对 A B C D E F 到 Z， 然后其中一个，对，其中一个。我发现 C Y 现在很亢奋，对，非常亢奋。不是，我 OK， 我刚好一点点，但是今天我非常兴奋，是因为真的是非常久已经没有跟大家聊起来。我 OK， 我今天我非常兴奋，是真的真的非常兴奋。所以强哥，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不会摸胸部？大部分时间都不会亲到一半去摸胸部吧？没有。不是亲到一半摸胸部，是边亲边摸胸部，是同步进行的。应该是我会分开来啊，真假的？摸胸就摸胸，亲就亲。所以说你会亲亲亲 ，OK， 怎么样？我换下一个。结束了啊 ，Part One 结束了。等一下，或者是打反过来，就是这样，先摸摸先摸完再亲，是这样吗？不会同步进行。对，好像。比较少，这其实蛮难的。你们不觉得这样蛮难的吗？不是，那你必须遇到一个非常享受的女孩子，因为你每个动作她都不能尴尬，要很享受。就是你可能亲完亲到一半，她说：“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们先不亲，我先摸一下胸部。”她的脸这一块是停留的。对。然后女生问说：“你怎么停的？”没有，下一趴了，挂了。所以强哥不是摸胸部挂就对了。我比较会跳过这个部分，直接进行到下一趴。不是啊，因为强哥是奶头冷血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奶头冷感，奶头是出了名的不敏感，怎么调弄都没有感觉，就跟我画皮肤一样感觉。真假？真假？真的，我就觉得那是两张贴纸贴在那边。就是我没有办法将心比心了。就说女性的胸部来说，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我就是你不是很在意胸部大小？我讲真的是还好，应该是真的是还好，我这个蛮妙的，因
有些你不能，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偏好加进来。对啊，毕竟。好，因为你提问的嘛，对，我想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女生到一半要摸胸部？不是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你应该跟我是胸部挂吧？我是，我不否认 ，keep real，keep real， 我会喜欢大胸部的，可是不是因为想说应该不会每次在路上亲近就捏你胸部吧？应该是要进行在就是在家里已经要进行到下一个步骤，这比较像前戏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会摸。但如果只是在一般的一般平常，你可能他在煮饭啊，然后你亲他一下，抱他一下，你不会那个时候边他在煮饭嘛，边揉他胸部？不会吗？不会吗？又不是拍 A 片，就是反正俊明是会的，不是，哦、不是就亲一下然后就摸胸部了。不是，应该是在煮饭，煮到一半，哎、欸。如果要发生性行为的话，我会。可是平常日常跟在外面约会，我不会。所以日常你不会说就是啊，很、嗯、抓就不会，还好哎、欸，不会。我是尊重女性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等一下 real 的一句。等一下，谁说抓就不尊重？没有，至少要感受到她想被抓。哦、oh, ，那所以如果今天女生假设三不五十就突然这样去抓你鸡鸡，你 OK 吗？其实我 OK， 在家 OK 啊。那你在家、欸、在工作不 OK？ 问我，在工作你抓哎、欸、抓在工作抓鸡鸡 OK 吗？那我在家工作，你在家工作，对，我在家工作，我在工作你抓鸡鸡这样 OK 吗？OK 啊，我在工作在帮你抓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就是个小情趣啊。对啊，在家还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如果你抓，我就抓不行。但如果你这个家，来剪掉。太久没出来。没有，没事。那你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一定要抓。为什么？没有。那这个抓的重点不是说一定要抓胸部，而是我不可能手完全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抱着他，折他，你知道？暂停。来，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句了。女生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？就是因为她在跟你亲的时候，她手没有干嘛。那我就反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干嘛？他干嘛？他抓胸部啊。但我认为啦，亲吻跟摸胸部它是一个 set， 不是，我觉得很好奇，就是如果今天我不打算要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会这么做吗？不会吗？会啊，真的吗？不会摸胸部吗？因为我觉得摸胸部算是已经超要开始要准备，就是它是一个前戏调情的一个。好，问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要指名道姓，你睡觉会抓女朋友胸部睡吗？去你妈的！那这样不是指名道姓是什么？反应这么大，你们还讲他吗？不是，你们有抓着胸部睡的习惯吗？我有时候会啊，会。会啊，很有安全感啊。哎、欸，我之前我之前会抓着自己的屌睡觉，有这种感觉、欸。我会抓自己屌睡觉，那我会。等一下，很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真假的？就是一种安全感、啊。对，就是好像在睡的意思吧？不是，就是握着睡。你是放在外面，放里面？就啊，什么意思？屌还是胸部？胸，就放进去，伸进去啊，就抓这个样子啊。对啊，就抓住啊。就是可能这样盖着，盖着。不是，说你要是这样睡觉，只要你要盖着，对啊。不是，我吓到了，我觉得你是同一派的，我发现。你不是用力抓，你就是放着，然后放，稍微就保护着它。对，你们是不是小时候，然后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被吃过了？然后就怎么可能小时候被吃啊？我怕他睡到一半飞掉，早上起来不见。你们可以对镜头保证你们不是乱讲吗？我是抓鸡排，我也是，我不会。你们会抓鸡排，因为我是不会的，只有三个人不会抓。我偶尔会抓球。OK， 反正我接着我刚才讲的话。我觉得亲吻跟那个抓胸，就是或抓屁股 ，anyway， 就是男生在手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一个 set， 就是他是注定会绑在一起的。我就靠压我，你一直笑我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对不对。只要接吻就会这样子，就是。不是搞得好像我应该是说，有些人会单点，有些人会买 set， 就是有时候会 set， 有时候是单点，对，看你点子多啦。我觉得特别深情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只想亲其他地方。深情代表只想亲。我懂他意思，就是你深情的时候，你会 focus 在亲这件事。对，就是你会好好把这个亲到完美，亲到极致，对，专注在那个亲，不会让他分心去。哎啊，我的奶头被捏。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 camera 是我们电影镜头是这样，下面没有拍到就不用演。我们就是，不是。OK， 我们要浪漫的时候就专注在浪漫。可是当普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手都会
不由自主的想去干嘛之类的。Oh, OK， 对 ，OK， 像强哥是直接跳下一趴直接那个嘛，那我们感觉摸胸嘛。但 CY 到现在都没有讲，所以你怎么样？谁跟你一直往下一个问题？你要这个问题绝对可以已经一集了，已经一集了。我也觉得好像聊一集，我们已经一集结束了。好，来我们下一集，来我们下次的影片一定要再分享。痛感一下，你不要偷看题目。你都去哪里找这些问题？对啊，他凭什么觉得是女生？对啊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女生有这些问题？女网友问我的，他密你而已吗？还是密名就？他私讯你啊？那你有办法解决吗？哎、欸，我会介意耶。介意他不是第一次，对，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玩，你就 get out 、欸。你不要第一次的。